这里其实感觉有点像比较小的热带雨林的感觉，尤其是那边特别像热带雨林的感觉。嗯，其实这边挺好的，其实空气很清新。我觉得这边唯一的缺点就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虫虫太少，我喜欢很多虫虫。虫子吗？对，这里吗？这里虫子不少。对啊，可我怕虫哎。我喜，你有没有看是什么虫啊？蜘蛛？不是那种啦，天牛看过吗？漂亮。天牛是什么？很大，这么大一只。天牛，如果加脚的话，这么大。什么来？天牛，叫天牛。天牛是蜗牛的一种吗？不是。天牛跟蜗牛不一样。跟蜗牛不一样。不一样。如果这是我自己开的，这样的环境，我里面就你知道怎样吗？对呀、啊。动物、虫。虫。虫。就是那种野生世界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可以放在里面，然后让大家去，让喜爱昆虫的人去。孩子会怕哎，你放一堆虫，对，女孩子会怕，对，我会怕，会怕吗？我会怕，我知道不是女孩子，我会怕。哎，这不是虫吧？哦，不是，因为有一些虫它是会伪装的，就像这样，你不觉得这样很像一只虫吗 ？Sorry， 算了。这世界很酷。